史，我是月星。随着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不断地对英国王室造成负面影响，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父亲查尔斯王子罕见达成了统一立场，这让王室官员们对哈里夫妇感到无奈的同时，也因查尔斯和威廉之间关系缓和而松了口气。因为在过去，威廉对查尔斯的反感曾是最令他们感到头痛的问题。官员恳求威廉帮助查尔斯树立公众形象，王子直接回绝。众所周知，查尔斯是英国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由于过于他和现任妻子凯米拉的地下情，以及他们对戴安娜王妃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导致了在英国的受欢迎程度一直难以提升。对于本就是身处动荡时期的君主制来说，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带来的影响绝对是毁灭性的。而随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年龄越来越大，尽快帮助查尔斯提升形象成为了王室优先级最高的事情。在2017年，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与 ITV 合作，为纪念母亲离世20周年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戴安娜，我们的母亲》，她的生命和遗产。两位王子将在节目中谈论他们对母亲的思念，以及在母亲离世后他们的生活。王室官员和高级助理们意识到，想要改变查尔斯在外界眼中的形象，还是需要从根本问题入手，而这就是查尔斯最好的机会。在节目开始录制前，白金汉宫和克拉伦斯宫的高级助理们反复恳求威廉，希望他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承认他的父亲在他失去戴安娜王妃后的成长过程中为他付出的努力。尽管威廉同样作为王位的直系继承人，但助理们显然忽略了这位王子心中戴安娜王妃的重要程度。如果是其他时候可能还好，但在这纪念母亲的重要时刻，让他承认元凶之一根本不可能。对于这些恳求，威廉全部一口回绝。而当节目录制开始后呢，这位王子也只提到了自己在母亲离世后难以承受的悲痛，并对他和哈里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那之后对自己和弟弟的保护做出了肯定，而对于查尔斯却是绝口不提。显然在威廉心中，查尔斯过去犯下的错误让他根本不值得，也不配自己的肯定。除此之外，这位王子拒绝配合公关团队帮助查尔斯修复形象的原因还有一个，他不愿再被自己的父亲利用。在戴安娜王妃离世不久，威廉曾向查尔斯提出想见见卡米拉的要求。当时年少的王子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他的父亲如此伤害他的母亲，但是查尔斯和他的助理们却将那一次会面的消息对外公开，向外界传递威廉已经开始接受卡米拉的消息，不惜让还没有成年的威廉背上不孝的骂名，来帮助卡米拉为未来进入王室铺路。据称，从那一件事件之后呢，威廉从未原谅自己的父亲，私下里对查尔斯的脾气非常火爆，特别是有卡米拉在场的时候。接下来是阿奇迎来两岁生日，梅根却仅晒出黑白背影，掩盖非裔特征太拼了。梅根自从离开王室之后，种种迷惑行为让人看不懂，甚至跟王室处于杠上了的状态。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夫唱妇随，携手站在了王室的对立面，似乎已经成了一条船上的队友。小阿奇迎来两岁生日，梅根却仅仅晒出了黑白背影，为了掩盖非裔特征太拼了。自从奥普拉温弗瑞专访播出后，哈利夫妇处于放飞自我的状态，甚至还屡次地搬出戴安娜王妃当挡箭牌。母亲节来临之际，40岁的梅根终于亮相了，即使快要临盆还不忘刷存在感。梅根刚刚当王妃的时候，光置装费就要几百万，消费也一直都是大手大脚，比凯特王妃出手大方多了。梅根出现在哈里王子的生命中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说清楚，只能说彻底改变了哈利的人生和王室格局。曾经亲密无间的两兄弟也因为梅根闹得很僵，
哈利逐渐成了王室的编外成员。一场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彻底让哈利认识到了自己的王室地位，仅有血缘关系没了头衔。近日小阿奇迎来了2岁生日，但王室的反应呢却令哈利失望，双方的关系再也难回到从前。从表面上来看，王室做足了功夫，女王查尔斯夫妇和威廉夫妇都公开发文祝小阿奇生日快乐，但是晒出的照片呢都是旧照，言辞间也是极其敷衍，似乎只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目前哈利一家三口定居在美国加州，跟王室隔着整个太平洋，关系也自然疏远了不少。此次小阿奇过2岁生日，本来呢能够以此为契机缓和跟王室僵持不下的关系，但梅根的做法却让人太不理解了。40岁的梅根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只晒出了一张小阿奇的黑白背影照，甚至连个正脸都没有。粉丝们期盼能够见证阿奇的成长，没想到梅根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当初阿奇刚刚降生的时候，梅根以保护隐私为理由推掉了无数媒体的采访，但是网友很快就发现了梅根的双标行为。前段时间路易王子过3岁生日，梅根就让阿奇露正脸来抢风头，如今总算轮到小阿奇当小寿星，但梅根却隐藏起了儿子的脸庞，甚至还把照片调成了黑白色调。不少粉丝已经表示很不满，小阿奇的照片不是背影就是黑白照，甚至呢还有别出心裁的油画照。不少外媒评论员更是直言不讳，觉得梅根之所以在大众面前忽冷忽热，只是为了掩盖阿奇的真实肤色。此外，只要晒照或者是直播的时候，梅根都会将美颜滤镜开到最大，以避免阿奇的真实肤色曝光在大众面前。梅根并非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此举只是为了掩盖小阿奇身上的非裔特征，玩的一手好障眼法。众所周知，梅根拥有一半非裔血统，并且口口声声质疑王室种族歧视，没想到自己对小阿奇的肤色更加在意。大部分人都能对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做法心领神会，但还是有不少的死忠粉表示理解和支持梅根。他们纷纷在动态下留言，希望梅根多放一些小阿奇的正脸照，共同见证这个可爱宝宝的成长。哈利自从把梅根娶进门，跟王室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并且分歧和裂痕还在不断的扩大。不少王室传记作者也表示，现在小阿奇已经沦为梅根博好感的手段，需要的时候呢才会出现正脸，否则永远都是背影或者模糊的状态，拼了命要隐藏儿子的正脸。其实阿奇的肤色早已成了梅根的心病，其他非裔特征也尽量藏起来。这种极度不自信的态度让哈利一家三口都备受煎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别人的评论里。梅根每次晒出小阿奇的照片，皮肤都是白得放光的状态，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白人小孩，这是梅根最引以为豪的事情。难怪很多网友指出，前王妃才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小阿奇的成长环境充满压力，假如以后长偏了或者显现出非裔特征，很有可能就此遭到梅根的雪藏。